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柏勋，欢迎来到我的欧卡送货第二季啦。那这一次呢是欧卡第二季，这一次我来送货啦，好久没来送货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货物吧。哎，货物是煤炭，然后送到里尔。那工作收入的话是1184块。我们就开始我们的送货任务吧。那这就是使用手机，然后会比较好一点，可以怎么说呢？就是缩放我们这个画面，就是可以直接给你们看这个画面。好啦，那我们送货就开始吧。等一下，我先调整一下那个座椅高度。开始。这支方向盘我就不使用那个滑鼠的，我就用键盘。真的是很久没送货了，有啊，私底下自己有在送啊，只是送比较少，钱也就10075而已。我这是闪灯，有些按键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用。接下来就是安静的开车吧，也没什么话可以说了。要牛不？哦，多谢你啊。双闪灯就是三下，就是道谢的意思。我晃了。
我本来想说要不要去，就是17集之后只要延续下去的，想说算了，直接开第二季好了。想说算了，直接开第二季算了。对，大家应该想必有看到我的播放清单，应是有做调整过的，因为原本的播放清单太乱，我是不知道我是在分什么，所以呢，我这次重新的分类好了，本来有个全部影片的，那我改成那个全部删除，重新那个排编。重货呢，重货的板子呢。F2 还是开着好了。对，如果你们看到我的说图怎么有点懒懒的，那是因为我是直接截图拍摄的，因为会懒懒的，就是见谅一些啊，真的是没办法 ，OBS 会卡，笔电没那么好。至少能玩欧卡就很算不错了，他连线上都可以玩呢、欸，我这个连线中都可以玩哦。都不要高估他可以做出录影功能的，录影功能我试过了，会卡，会像那个17集一样，手机只录影也是会卡的。海里尔到了。对，还没买自己的车，只能用公司车。而且我想赶快到现在，赶快开公车啊！有公车真棒啊！
欸，我直接一个键盘倒车，好不好？键盘倒车后就要用第三人称了。我上一次第一次自己在私下跑车，就是在这边结束，然后这边倒车。啊，压到斑马线了，不行。想说是做做跟紫砂确认，那等到之后买个公车再坐吧。倒车，不要吵我，我不要自动倒车。我不要自动停车。拉直。结束，耶！结束了，我是优良驾驶哦，菜鸟啊！好了，我先音乐先关掉，音乐真的很吵。这一次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，喜欢呢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那我们就下一次的欧卡送货见喽，大家拜拜。